美女，就你一个人在家？就我一个。那家里面有钱吗？有。有多少？12万。我要的是现金吗？现金。哎呀，发了！哎呀，赶紧进屋拿给我。哎呦，这个小莫啊，干嘛呀？一个男人扶着他进去，还是问他有没有人在家，什么意思啊？哇，里面还有动静呢，那个男人也不知道是谁，这个是特大的新闻呢。不行，我要去那个情报站通知他们，告诉他们去。你完蛋了你。恶灵啊，今天早上啊，我又看到那个村长去那个寡妇小芳家了。哎呀，嘿，小燕，是不是又有特大新闻了？特大新闻了，这一次是不是寡妇怀孕了？不是，那是什么啊？小莫，有一个男人搂搂抱抱的进他们家了。真的？你没有看错吧？没看错，是真的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那小莫她老公不是出去了吗？啊，她怎么带一个男人进家门呢？啊，对呀，趁她老公不在家，所以说找个男人呢。谁老公不在家？哎呀，阿弟，你这头发今天怎么绿油油的啊？怎么不穿一套绿衣服过来呀？啊，这个白色不衬你。没有啊，什么绿油油的？说什么呢？不妨告诉你，你家浩远着火了。对呀，是啊。哎呀，那你们还在这里说不帮忙救火？你家浩远着火了，你头上一片很绿呀。什么？是这个着火了？是不是真的？刚才我看见一个男人了，搂着你老婆进去了。什么？还问你家有没有人在家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家去看看。哎呀，这么好的热闹，我们肯定也不放过，赶紧去看看。走走走走走，赶紧去。赶紧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值钱的东西也拿出来，赶紧的。这回发了，哎呦，那么多，还有值钱的吗？没有了。哎，真的是，哎呦，东西怎么那么大？赶紧冲进去呀！哎，真的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冲进去。哎呀，哎，看见，哎，怎么有动静呢？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。是不是被人发现了？我得赶紧躲起来。哎呀，人呢？人呢？我自己站在这里。哎呀，怎么有点不对劲啊？他们是不是在玩游戏呀？是啊。老潘，老潘。小莫，你跟那个男人玩什么游戏啊？躲迷藏吗？对啊。躲什么迷藏？你天天在那里嚼舌根的，没事干吗？那小刘亲眼看到了，他说有一个男人扶你进家门呐。对啊。什么男人？哪来的男人呢？是啊，你解释清楚。肯定说迷藏了，他们两个躲起来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我刚刚想出门的时候，刚开了门，然后不知道被什么一团烟一喷。我就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什么？亲眼看见一个男人扶你进去了，还有一个男人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肯定是坏人把你迷晕了，要把你扶进家了。哎，赶紧找找，小心一点啊！找找，快找找，在不在里面呢？仔细找找，仔细找找。哎，就在这里。哎呀，原来在这里呀！哎呀，你家真的有个男人呢？别乱说啊！还有说什么呢？我老婆都说了被迷晕了，捂着肚子干嘛？是不是拿了我们的钱？哎呀，哎呦，果然啊，我们家的积蓄都在这里了，你怎么那么坏呢你？我是帮你保管，刚刚你一同意了，说给我拿钱去帮你理财。什么帮我理财啊？你什么人我都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把钱交给你呢？我什么人？刚刚在路上的时候你自己跟我说了，你老实交代。我相信我老婆的为人。行，那我就老实交代吧。他刚刚在路上了，他想勾引我。他说他家里面有很多钱，叫我回去，嗨，好好的伺候一下他。你别乱说话啊！我跟你说啊，
真的是。刚刚你不是说他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喷了？拿了一个什么东西把我喷晕了？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就是这个。老师教的，不然你，不然你去把你喷一下试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玉米。你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小莫家？他家有钱。你怎么知道他家有钱？我已经看了很多天了。哎呦，风险作案呐！你是哪里买的这个东西？肯定是惯犯来的。在某宝。哎呦，竟然拿这种东西来骗人啊！还入室抢劫，你这个真的是打死你！什么人？你一共干了多少单？无数单。哎呦，无数单！这种社会毒瘤，民族的败类啊！我们一定要打。将他绳之以法。今天算你倒霉了，你一好日子都到头了。我大哥等一下就来，我把钱交给他。哦哟，还有团伙，还有团伙啊！就这么样，绝不能放过。干脆这样吧，我们直接把他扭送到派出所。哎呀，小莫啊，不是我们说，幸亏这个流言蜚语救了你们一命啊！说的也对呀、啊，不然今天呢、啊，我家钱全部被他拿走了。以后啊，要趁着加强那个村里面的巡逻啊，居然被他盯了几天都没发现。对，一定要安多一点那个保安在那里巡逻，要不然的话，等下会有更多人过，这样一时抢劫就麻烦了。是啊，现在快过年了，那些坏人啊特别多，特别容易进村的。对，一定要叫村长把那个哪一个角落都装在那个监控才行。对，先这种人呐、啊，必须让他吃免费的馒头，让他踩一辈子的缝纫机。还敢讲，我们直接把他押出去吧。走，你走。